三年前生下了孩子，即将要结婚，但是呢，命理师却说两个人需要改名才能够白头偕老。后来呢，再加上这个双方聘金是谈不拢的，因此呢，婚事告吹。为了抚养孩子，这个女子只好当传播妹来赚钱。不过，却也引来了男子的嘲讽。为了孩子的赡养费，这名女子愤而提告。